当你的初恋是一个有500万粉丝的博主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他要试，叫你爸，你怕不是喝多了吧？还要大网红跟你有啥关系？这该死的胜负欲！本来以为不会有后续，就这样告一段落。没想到第二天他认出了我，好久不见，简单的四个字成为了我记忆的闹铃，而往事的眼前浮现是如此分明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赴约吧，就当做是一场旅行。我一直在想这次见面的理由，是因为打赌引起的意外，还是说想给过去一个交代？但可惜的是，时光终究不能倒带。是啊，怎么了？好久不见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你突然来上下次了吗？你们，你还记得我喜欢这个吗？那肯定记得。八万什么时候了吧？行，我知道了，那打扰你了。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。